天文台改发八号风球，本港开始风大雨大。在晚上九点，台风启德集结在本港以南大约280公里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，时速大约25公里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。预料晚间至到星期五朝早最接近本港。在过去几个钟头，启德有增强的迹象。随住启德靠近，本港普遍吹强风，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。香港分频电视记者何容生报道。